明早起床打开窗，心情美美哒，想去逛个集市呀，心情美美哒。飞机出租小毛驴儿来到喀什啦，周末牛羊大巴扎，好多牛羊呀。请问你困惑吗？咩，你叫一个。咩。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我们也要去巴扎外面觅食啦，看这个大锅咕嘟咕嘟咕嘟炖的都是羊肉。大叔在包的是薄皮包子，新疆的哈密瓜真的好甜好甜呀。最过瘾的当然是大口吃肉啦，一个馕坑肉就能吃饱哦。